毫无预警的龙卷风肆虐了马来西亚吉打州中部一个名为大山的小镇，强大的破坏力吓坏了不少居民。慈济志工挨家挨户拜访，送上慰问金，让受灾民众惊恐的情绪有了出口。在我们遇难的时候啊，有这样的人来关怀我们，关心我们，好像给我们一点的勇气啊，怎样去面对这些困难，所以我感到很感激呢，慈济。这次能够顺利看灾发放，少不了当地民众的热心协助。大家啊，你们就是因为我知道今天你们慈济人来，因为这边地方我熟悉，因为有得到帮人家嘛，累也不要紧了。没有了屋顶的房子，由志工的爱心补上，让受灾民众不再感到孤单。大爱新闻由静贝、许维莹，马来西亚报道。